市长因为请假由副市长呢代理，市府的李秘书长各区处。副市长，副市长，说明一下。报告议长跟各位演呢、啊，以往就是二三读会就是我来，对，以往都是这样子。市长是闭幕的时候才到，对。有啊，有。大院的表决，好啦，等你啦。有啦，现在就是在转播，你进做工的拢在转播吼。有啦，拢在转播吼。好啦，等你来讲吼。好，蔡院，有啦。进你传电视了看，叫恁厝传电视了看有咧录啦。以往来电吼，我们临时会在定期会的最后一天呢，市长是没有来的啦。我好啦，苏委员，我先定事件完，靠你讲啦吼。各区新闻媒体小姐、女士、先生、各位同仁，大家，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二，也是本次定期大会第27次的会议，议程为三读议案的第二读、第三读会，也是呢第二次讨论议案，还有报告事项。请假的人也有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的主委的那个赵清惠呢，因为2天请假，参加世界运动资讯大会。去上海，有专门委员呢，中央院代理。那個、主计处的处长呢，陈淑芝呢，因为参加自来水公司的股东大会，所以有那個副处长呢，换盆代理。那我们站在要进行三读会的第二读、第三十会呢，那我们之前呢，先请那个蔡淑委员。谢谢主席哈，朱席。伊用安怎吼，就是讲大家拢顺便啦。那今天因为有重大的民生议案，那我们很质疑，你说市长请假要给我们个理由，像你刚才说经济发展局或是什么局，他们的请假是因为要去哪里哪里哪里，那市长为什么请假？麦搞我讲，伊用拢是安尼二三读拢副起调来，那为什么不叫另外一个副市长来？为什么都是严纯佐来？那我们今天有重大的民生议题，我们要求市长要来啊！二三读那么重要啊，你要给我理由啊！因为你主席，你才是你今嘛是局长，你才是要有请假，我尊重你，但是要有理由嘛，是安那请假啊？副市长先说明一下。我今嘛唔知，因为你请假嘛，因为依照惯例内底无来啊，惯例内底咱就看到这。这个就闹进去，一点不来、啊。依法要不要来嘛？不要用惯例嘛？依法要不要来嘛？依法要不要来嘛？好，谢谢谭碧尔议员。对不对？主席。好，谢谢。我们市议会，我们有议事规则，我们有非常完整的，什么时候市长要到，什么时候市长不必到，我们有法依法，无法就依照惯例，就这样，法制主任，法制主任，来解释一下。向大会报告，那开会期间的请假这个规定在我们地方制度及其他的法令并没有明文规定。那依照过去的状况是说，
这个行政院啊，行政院内政部他们的看法是说，如果令我要公需向议会请假的话，需向议会请假并指派人员代理出内席时，应并无相关规定，是应函文议会请假以示尊重。那说他的着眼点是在尊重这两个字，向大会报告。好啦，我只问讲，我们的定期大会，今天是定期大会的二三读会，依法定规定，市长是要不要来了？你解释这一点呢？那个定期会，因为就是我们议会的邀请，我们议会函文邀请的规定。那这个整个函文规定哈，是由议事组来主政的啊。要请市长来哈，还是党委主管，这是议事组来主政。议事主任，我跟大会报告就说，市长及所属的所长哦，要到议会来，相关的规定主政当然是议事组，我们请麻烦请议事主任来说明一下。议事主任，说明一下。向大会报告哦，那个我们在本次定期会，召开以前呢，我们在4月12号，我们有发函给市政府所有的那个各局处，还有包括市长室，我们都有公文邀请他们在本次定期会期间都要来列席大会。啊，那我们公文是在4月10号，我们就发文到市政府去了。以上报告。向本会同仁报告，因为以往的惯例内底，我讲好啦，好啦，过你进，好啦。啊，依法论来的法令嘛，也没有。市长要到议会接受质询时，顶个质询的时候，那至于我们在二三读会呢，并没有明文规定说他一定要了。基于双方面的尊重，啊，就是他自己认为说，他的想法，他真的应该。因为嘛，伊唔免请假，请假是当作我认为讲哦，伊无来，我想伊甲请假啦，系啦。因为伊嘛免请啦，伊嘛唔免请，系啦。好，谢龙杰议员。主席，依法市长爱来议会避询，依惯例市长爱来议会接受询问，但是过去伊会使200几日，依法伊嘛是无入来，伊嘛无入来避询，所以基本上呢，赖清德。市长伊是有藐视议会的前科啦，所以尤其即卖咧，你来担任本会议长咧，我认为讲，那是咱即摆定机会邀请议事组，并无邀请到市长，那安尼即摆咱是无法度甲追究。那是有甲邀请到市长，那么伊无请假，依照行政院的解释呢，是伊对本会极度无尊重。但我相信，伊是我的好朋友，伊会尊重我。可能是你咧担任议长，伊煞针对你无要尊重你，所以怎啊无甲你请假，也无甲你召会。那因为安尼，我身为议会一份子，
伊无来尊重郭信良代议长，安尼我今仔日正式向伊提出杯葛，哦，要求伊爱公开向郭信良代议长道歉，以示对台南市议会的尊重。好，谢谢，请来个蔡委员。主席，咱台南市议会是台南市最高民意机构，嘛立法监督机构了哈。依地方自治法交台南市议会议事规则，定义大会指定的类型。因为今仔日有审查作者电务案，电务案有咱市政府配合款，有的是各个就主管无法度决定的代志。议员卡住要通过电话，买单问市长讲：你这个电话，你是根据啥要通过？咱要配合。所以这个精神来讲，作者咱法定的程序要审查法律案，过去的吼，但是我无拄到。伫台南县的议长、市长、县长、县长啦，吼，毋是讲拢会来议会，卖讲来议会。阿未开始以前，馆长过来掏钱，掏担架讲啊，拜托这个电务案吼，啊，中央部长我倒我手一下。老实讲，我做议员做吼，报告党外啦吼，啊来到进做党外，我唔捌听市长讲，你去倒加手一下，电务案都过，我唔敢讲市长藐视议会啦吼。今日精神，议会发文邀请市长来。伊要来上少嘛，讲一个公文，讲我着要讲啥，借口一个，互议会讲，啊好，无你派副议长、副市长来。我感觉咱按即个开始，咱着市长已经爱着列席议会二三独案交年底审查钟医生，无钟医生作者拢局处长袂当解决的啊。我自你讲，社会局的社区社团补助款。个明明议会有通过预算，嘛附带决议讲要唔爱一个决定，明明市长要来嘛，个市长决定要来，啊你干咩？咱个秘书长、秘书局长有效无？这个爱当面来问市长，讲市长你是哪？你偷霸王呢？咱议会通过预算有，啊个议员像我新北市，我问咱一个议员建议养800万，咱财政要要紧，啊无像这个机会过来问市长，啊你看卖啊？啊！你这个电路案这坐拢你决定的，你的看法安怎？啊！你们搞符合民主法治的程序，指定列席议会表示尊重，和议会干这个审查二三档还是电路案时，问看指定你对这条路这条建设是安怎？和大家知一下。啊！侬唔来，啊！即摆副市长来，等我来问市长看卖啊嘞。啊！秘书长，啊！你讲嘞讲嘞，免啊唔嘞，这样我认为不合民主的程序，嘛不符合民主的。殿堂应该有的尊重，我感觉后界市长个拢爱来啊啦吼，我看安尼较适当啦，卖无安尼，别输议员拢伊个，议员拢伊个咧，无啊，体制啦。哎，对个。主席吼，啊，各位咱遮好同事啦吼，过去亲像市长爱来议会。二三度啦吼，爱来议会，这是法律法令所规定啦。而且咱议会毛公文到市府，那么讲过去吼，有当时二三度市长无到现场，迄无议员有争议嘛？好，这次吼，遮侪议员有争议，是毋是主席？迄落主席，我主席啊。人咧讲，啊！你即马伫遐敲电话，我即马是咧讲啦。争议遮尼啊大啦，这是态度问题啦。今仔日市长袂使口口声声讲尊重议会，煞甲议会当作是议事局啊，是毋是要求伊即马爱搞？若无搞，毋免阁开会啊啦。这叫尊重议会啦。先跳滚一个，等一个，等你来嘛。谢谢。是毋是当等你来采信一个啊？向本会主席，因为有。第四位，啊，议会有提出这个问题嘛？伊请假也无。你等我讲完嘞，你等我讲完。因为吼，我是，
我是四月二十二代理啦吼。啊，伫四月十二呢，台南市议会有发一条文，予台南市政府。啊，就是讲呢，咱伫经济大会市政总执行，啊，今仔日甲三读一样，你爱听我讲完嘛？啊，我时间要到。好啦，我听我甲你解释完。好啦，你请市长来甲开始规划嘛，伊爱尊重议会嘛，是毋是啦？是不是啦？咱有台南市议会发一张文哦，台南市政府伫四月十二发文哦，台南市政府就是呢，假使伫二三读会，啊，就由副市长和秘书长相关所长列席，所以咱有发一条文互伊啦。啊，你妈你这个，我今日开始无重大议案嘛，今仔日有关的着咱的那个食品问题嘛。有重大议案，要求伊议会本身要求伊爱入席，伊嘛是爱入席啊，是毋是啦？是毋是啦？哈，我听啦。对，我甲咱的卢远向本会同仁报告吼，是毋是啦？好啦，我甲你讲，这是尊重态度问题尔嘛。伊今仔日像即落安尼，甲这议员当作阿炮啊，对毋对？啊，那规些议员收起来好啊，那无请来，规些议员收起来好啦。卖搁在底下咧，搁要监督啦。好，谢谢，请那個、啊曾俊良议员。这个议长吼，啊，阮无当职的拢无啥声音啦。我事实讲哦，这一次官区合并了，我充分发觉到安尼赖市长相当的不尊重咱议会，即我真正持平来讲，以一个良心来讲，今仔日你主席代理议长，今仔日何等的重要，民主的问题，这是一个民生议题，足重要的问题，嘛全包括参，会使讲关系到咱全台南市190万的人口，大家健康问题。这么重大的议题，伊话要入来就入来，话唔入来就唔入来。他拄啊，按贾龙家议员讲的，讲伊曾经就办200几日无入来啊，但这是要算啥？因为吼、哦，一定哦，傲慢议会惯死啊，看按这议员无去啊，惯死啊。啊，即摆换你代理议长，人嘛看你无去啦。讲实在的就是安尼啦，我唔是伫只咧挑拨离间啦。我今仔哪有咧听哦？我实在是真正坐淡只哦。我讲前到今前有议会就对啦，佫毋捌像即届所有的议员，大家做甲遮尼无尊严啦。啊，大家同事间的感情哦，啊，敢若去有些赖清德、赖市长，即摆皇帝啦，像咧做皇帝，我也无别讲的。欢喜要来就要来，欢喜唔来就唔来。安那啊，即摆是安那？伊讲就准算。我著讲过，家己话废掉，卖选议员就好啊嘛，该帝王坐啦，真正诶，唔免安尼啦，唔免看这议员这么衰潲啦。阮无党派，阮唔免为国民党诶，也唔免为民进党诶。诶，真正大家互相少尊重一下啦。啊，凊彩派一个严春祖来，啊，讲这个做惯例，啥叫做惯例啊？啊，你若做一个不良的示范，以后大家拢来照安尼就对啦。我那拢以后拢照这个不良的示范安尼。啊！日后以后，什么人啊来做市长，拢像拢学赖清德安尼就好啊？会使安尼？会使安尼吗？唔通高明假的高明调就对啦哦！啊，真正安尼哦，目中无人啊，目无法纪啦、啊，真正的，敢真正就爱安尼？惊到安尼要创啊？谁人没出问题唔敢入来？你惊啥？你把说清楚、讲明白、讲清楚。输出一名，何必是知影？别人若中央咧执政，恁就反对，拢袂使入来。即摆话恁咧执政会使安？恁咧执政，美国猪就变迄落无毒啊，就对啦。好，谢谢，谢谢我。谢谢那个曾俊良议员，向本会同仁报告，因为咱是四月十二号，
已经发一条文给台南市政府，就是讲呢，二三读会的时候，由呢副市长和市府秘书长呢，率领一支主管来列席。所以咱今有这个问题产生吼，因为咱第四月十二发一条文给伊啊吼，所以甲咱本会团报告是不是吼？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就要求市长来列席。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有本会同仁有这个意见，那我们请那个市府联络人呢，向市长要看他是不是可以到议会，所以我们尊重一下。那我们大会是不是继续开？因为咱有发一条文去啊啦，咱甲府会联络人联络一下，看他是不是可以过来。那我们会议继续进行，那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对啦，咱后一届会了就，没啦，因为咱一条文，对啦，咱伫四月十二已经发一条文咯，台南市长啊。好啦，咱是毋是农委会继续开后，迄个副会联络人联络一下，看他那至于相关尊重，他要看是不是可以到医院，那这样可不好？还有没有？好，那我们继续哦。那我们那个洪永旺王家珍就不必发言了。好，谢谢哦。那我们进入第三读会案的第二读，第三读会哦。首先进行第三读会的第二读，第三读会，本次三读议案呢具有法规七案，现在进行法规第二读、第三读会，请法规委员会呢召集人陈秋平议员呢报告委员报告的审查意见。法规委员会议案审查报告，召集人陈秋平、赖慧媛，委员蔡玉芝、李坤煌、吕维应、林庆正、林美燕。市府提案，市府提案一至五号案照案通过。议员提案，议员提案一号案第十七条之一罚款金额，处新台币30万以上100元以下罚款，修改为处新台币10万以下罚款，并送大会讨论。议员提案二号案，本案撤回。详细内容请参阅书面资料。以上敬请大会决议。好，谢谢陈秋平议员。那法规委员会召集人已经报告完毕哦，现在请议事组呢逐条宣读。法规试题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人事处，案由人事处拟具台南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敬请审议。没问题，照审查意见通过。继续。法规试题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人事处，案由人事处拟具台南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请审议。委员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完成三读通过。那我们请试题第二案，法规试题二，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案由台南市加水站卫生管理自治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修正草案，敬请审议。这次呢，法规委员审查意见是照案通过。请问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法规试题二，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案由台南市加水站卫生管理自治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修正草案，敬请审议。同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法规试题三，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案由台南市前海牡蛎养殖管理自治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修正草案，敬请审议。你的麦克风带到厝边的门，外口无得人去听。本会同仁没有意见。嗨，我是感觉呢啦吼，农民我弱势团体啦吼，咱这要甲罚款安，
1000股到3000股要甲提高到14条了吼，10000股以上，我是感觉是不是这个幅度会太高？事实上，长期来农民、渔民啊，或拢弱势团体，是不是这个法则不要一下子提高这么多？按1000股到3000股以上3000股以下，要一届个要罚10000股。我建议啦，吼，10000股改3000股就好啦，吼，是不是也体谅渔民生计的困难？不要一下子就罚则提高这么多，哦，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啊，是要请各位议员公决啦，吼，因为是代表民意监督市政府，我希望大家拢徛伫咱的配色这边，哦，我的建议是这样哦，14条。龙委局。谢谢议员的指教哈。那前海牡蛎的一个养殖管理哈，那主要的这一个违反第5条，它主要就是说在养殖业人哈不能够妨害这一个航道的一个交通啊，还有水文资源的利用或阻碍回游一类的一种行为了哈。那这一个部分哈，我们都有跟养殖业者哈做过沟通，只要他能够严守这样的纪律哈，基本上他们也可以接受了。哦，这个我是想说这个是不是议员给我们支持了？这个我们也不是目的哈，在做处罚。哦，所以这一点呢，要跟议员来报告了。好，谢谢，谢谢。那我们就是维持原来审查意见。哎。戴委员，主席，农委局长讲叫渔民饲到死，我唔知啊。你讲的无一定，正讲等渔民卡嘛没，卡电话来讲伊不赞成。戴委员，我只有足侪渔民的，因为也是阻碍。你也讲，你也讲，你那赞成，我赞成，我站在农委局的立场，1000以上3000块以下，一届调我10万以上，我这得足严格呢。因为他是阻碍。好，会长，我尊重你，你讲要恁作息啦，那我就没有意见。可以接受的话呢？好，我没有意见，没有。好，谢谢。那我们通过。继续。法规试题三，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案由《台南市前海牡蛎养殖管理自治条例》第11条、第14条、第15条修正草案，敬请审议。委员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完成三读，继续。法规试题四，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案由修正台南市载客小船管理自治条例第5条、第8条之一草案，敬请审议。那我会员那个审查意见是照样通过，我们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法规试题四，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案由修正台南市载客小船管理自治条例第5条、第8条之一草案，敬请审议。同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样通过，完成三读，继续。法规试题五，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地震局，案由增修台南市新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偿自治条例第23条之一草案，敬请审议。法规委员的审查意见是照样通过，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通过。法规试题五，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地震局，案由增修台南市新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偿自治条例第23条之一草案，敬请审议。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三读，继续。法规议题一，提案人蔡玉辉议员，联署人曾顺良、林美燕、许志春、王家珍、张世贤、洪玉凤、梁顺发、郭秀珠、卢坤福、蔡淑慧、杜树莹、林燕珠、蔡玉芝、蔡秋兰、李忠诚、李坤煌等议员，案由增订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第11条之一条文、第17条之一条文，敬请审议。向本会同仁报告，这次呢，法规委员的审查意见是将第17条之一的罚款金额，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之罚款，修改为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下之罚款，并送大会讨论。本案修订内容，请问本会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
林景彦。谢谢主席。关于这个蔡议员提案说要修正这个罚款条款，因为这个就这个食品安全这个卫生法，这个母法，这个它的那个罚款就是6万到2亿，这个我是不是请卫生局长再详细说明一下，有关于这个食品卫生法它的详细有关于这个罚款的这个罚则是怎么样？说明一下，卫生局长。主席啊，所有议员哦，那目前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第44条，那它本身如果有残这些动物残留哈，在或者是农药残存的部分哦，是罚6万到2亿元是没有错。那因为本来蔡议员提的案子这个范围它是在30万到100万，但是你如果放到自治条例里面的时候，依照我们地方自治法26条，它是只能罚10万块以下。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哈，咱其实咱是无希望哈，也几百啊，无希望也塞做成功哈，来没有这个整个评估以前，那我们希望能够重罚情况之下，既然母法是6万到2亿，啊，你若用得了，因为抵触母法哈，其实送到中央一定会被撤掉了，所以跟议员先进稍微这个报告一下。好，那所以林局长已经解释那么清楚哈，就母法的规定是6万到2亿哈，那其实我们如果按照在加定在自治条例哈，定这个10万以下，其实这其实是跟母法抵触了哈。那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这个修正条例是应该啊不宜修正哈，还是按照这个母法来处理。所以本席的建议是这样的修正案哈，本席反对。好，谢谢，请那个蔡委员。我先放一个龙眼大哈，放一个龙眼大哈。来放一个龙眼大，我了我阁继续来讲。一位台南市议员亲自站上火线，对瘦肉精培林说不。民进党执政的云嘉南、高屏5个县市首长也发出联合。好，咱放市长讲一下，市长讲的。亲自站上火线，对瘦肉精培林说不。民进党执政的云嘉南、高屏5个县市首长也发出联合声明，呼吁禁用瘦肉精。请咱以为同事，咱帮咱市长讲的。我是为了当总统。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那我想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高雄市政府，我们跟其他县市，那我们大家都是反对。好，停下来，一赛。主席，我们根据宪法109条的规定，宪法只要是一旦办教育卫生，好，117条，咱的直辖市的法规交国家法律有抵触、发生疑虑的时阵，由司法院解释。刚刚讲的是讲，咱118条搁定下咧直辖市的自治以法律定制。地方自治法20条规定，我会当得10万块以下，我有啥物违反地方自治法规定无？中央条定的法令有异议，咱市政拢用咧一个地皮要扫多传播。当初咱林立前总召第二位开记者会，9位议员现任坐伫遮，有诶作者我提醒遮议员，作者拢恁诶选举作者拢养低大户。地方定诶自治法，咱食品自治条例根据嘛是根据地方自治法定诶哦。咱定有一万对点法令，你甲我讲。宪法的规定，咱会当定自治条例啊呢？你煞袂将要做司法院的负责人，讲一下个讲比赛。我认为恁当初讲的，讲美猪美牛这排先袂使，啊，尽管要定讲台南市袂使，有伫违反啥物法令，我台南市政府袂当定讲美猪含瘦肉精会当入来台南市。10万块以下，依照地方自治法规定上悬，我有啥物唔对？恁一下就不爱反通过，这九个议员交咱市长，恁嘛有想看卖啊嘞？安尼合理无合理？恁嘛去叫中央解释都也袂使，阮来司法院解释看卖，安尼个全部拢中央定个定咱定这自治条例，咱市民地方自治条例是根据嘛是根据咱地方自治法改定的呢？安无恁定这自治条例根据啥？嘉义区、嘉义县区、婚姻观，咱通过啊！嘉阳通过啊，咱是在袂当通过。咱在咱民进党执政的关系，咱较早言行一致，咱大市长交林立前总召开记者会，我们拢咧。
好，谢谢，请到陈医生议员。谢谢主席，我想请问卫生局局长，我们目前中央针对于这个瘦肉精的美猪目前的规定是怎么样？中央对于一些农药残存或动物用药部分，除非它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它有定出合理的安全的容许量，要不然是不得输入啦，不得输。所以目前美猪瘦肉精的美猪也是不得进入台湾。对，因为它没有定所谓的安全的容许量，完全没有定出嘛，所以是零检出，是美猪的部分是零检出。所以目前我们国家针对于瘦肉精的美猪的规定就是零检出，就是不能有瘦肉精美猪进入台湾嘛。是，所以我想这个是捍卫国人的食品安全健康，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我想都一样。是，民进党、朝野政党，我想都一样，我们都是全力要捍卫我们台湾人民的食品安全健康。因此蔡辉议员所提的这个案子，目前我们台湾就是禁止这个瘦肉精的美猪进入台湾，所以这样的法令增订这个条文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目前台湾就是不行啊，所以为什么要再多订这个？另外针对地方自治法规定，我们的自治条例它就是它的罚款上限是多少？如果以自治条例来讲，就是10万块以下，10万嘛，不能超过10万啊。所以如果超过10万怎么办？无效嘛，跟母法抵触无效嘛。就是说，他如果定在10万以下，因为母法可以到2亿，可以6万到2亿嘛。所以他如果定在10万以下也没有意义，超过10万，地方的自治条例也不能定嘛。基本上来讲，因为这个跟中央以我们以前的经验啊，只要跟自治条例只要违反母法，他们一般就是直接把我们退回，就把你们退回嘛。那但是我们也无法在这个地方自治条例里面定超过10万块的这个罚款嘛。是，就是说我们就回归到母法的规定，对，我们就裁处就直接依照母法去做裁处。所以我们目前的母法就是规定6万到2亿，就是比蔡玉辉议员所提案的这个罚款还要再高嘛。是，所以因此我想本席这边的认为是，目前台湾就是禁止这个瘦肉精美猪进入台湾，那我想没有办法，没有必要再增订这个条文。那另外针对罚款，中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也有更严格的规定，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更严格的规定就好了。我们现在是依中央的母法在执行。好，谢谢局长。好，谢谢。那我们请那个王家珍议员。那个局长，目前来讲是，好，所谓你刚刚讲的，我们国家的法律是规定美猪还不能进口，对不对？是。那刚刚你不断的强调你们的专有的，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是合乎所谓的标准，对，是不是？安全容许量。安全容许量，请问你一下，这个安全容许量是不是可能随着小英主席在美国就松垮耶，回来这个安全容许量就有所改变？今天你身为医师，赖清德赖市长最爱的就是别人叫他赖医师，他做了大总统说不定还是不忘提醒别人，他是为了救人，他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所以才不断的努力在政治上更高，这个更继续宏图大展。在台南市这个议题拿出来讲，我们只应该比全国要求的更严谨，更为台南乡亲的健康安全把关。所以今天本会蔡宜辉议员提出这么一个所谓的修正案，我们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捍卫健康，捍卫健康，再捍卫健康，有什么不可以修订的？你说刚刚那个所谓罚源数字，好，这一点本席没有异议。可是我们加上瘦肉精零检出，向台南市民做再三的保证，身为一个医师市长，身为你们专业医师，为什么这条法律不可以增订，不可以修正？你说说看哪里不可以。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当管妈、当花妈，包括你们大市长，为了健康总统都可以不做，今天这个议题在台南市拿出来，我们防患于未然，我们为了台南市的乡亲严格把关。局长，
这个案子提出来，你有什么道理要反对？跟议员报告一下，第一个，卫生局的职责当然就维护所有市民的身体的健康，所以一定是要健康无虞。第二个，我们要保障我们猪农的权益。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一定要经过所谓的风险的评估。那最后如果有什么的话，就是容许量的话，就是依照中央的规定。那中央是参考全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做法。那以前马政府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回答？报告议员，我无党籍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回答哈。那这个跟议员报告一下，就是说，在我们自治条例的精神，最主要是补中央法，是它本身在做一些权利义务的这个厘清的时候，我们做了自治条例。所以既然母法已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对，不得检出。好，谢谢谢谢，请坐，我们请到赖美惠议员。感谢大家好吼，我是咱新竹民意代表，无分你甲我，咱大家拢要来捍卫着咱台南市民的权益，嘛同款的，嘛是要顾着大家的健康。所以伫咱大家真关心咱这个美牛美猪等等的这个法案的时阵。咱大家共同的这个立场拢是一致的。拄只咱的卫生局林局长，我是不是会当阁请你阁开来说明哦清楚？哦，我想啊，咱伫迄个某法内底的规定，一定足明确的一个标示，不只是美牛、美猪，包括所有的肉制品，拢是同款有一个真严格的一个规定咯。如果咱台南市敢若是美猪，而这个规定是不是其他的肉品，因都会当有这种的，免受到这种的这个规定呢？哦，我感觉讲我有认同姐姐一寡议员同事一直讲的，咱搁来搁改定这个自治条例，是不是会家己搁家己白卡白手多此一举？请林局长，你再说明清楚。哦，我把法条哈第十五条哈第四项念一下好了哈，就国内外资肉品及其他相关产制品，除依中央主管机关根据国人膳食习惯为风险评估所制定之安全容许标准者外，不得检出乙型受体素。那乙型受体素就是所谓坊间讲的瘦肉精。那大家讲莱克多巴胺是瘦肉精的其中一项而已，它是把所有的乙型受体素，就是瘦肉精，全部都不得检出。好，我想安尼拢已经非常的明白、较清楚。阮唔是反对，阮是认为感觉讲，咱的政府的无法已经更加非常的明白、较清楚啊。咱敢有个必要，搁再来提这种的法令？所以伫遮，本身我那感觉讲无必要。感谢。好，谢谢，请到吕特之演。谢谢主席，刚刚我们听了很多这个本会同仁的发言，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个法规，还有包含卫生局长的说明，我们都大家都可以理解到，包含很多我们的本会同仁也都说了，地方不管是直辖市或各县市要定自治条例，是要补中央法规之不足，或者是要针对地方权益来制定。那当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不得违反中央法令。那刚刚我们也听到很多其他的这个党团的议员也说到说，为了要保护台南市民的健康，我们要定的比中央法规更加的严格，然后让这个其他可能影响市民健康的这些肉品制品不要进入台南。可是我们回头来比较一下现在在议程上面的这个修正案，跟我们中央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两者比较起来，谁严谁松？谁严谁松？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中央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在第十五条的第四项是说不得检出，不得检出乙型受体素。乙型受体素包含了很多东西，不止莱克多巴胺，只要有同样的药效的东西，这样的乙型受体素都是不得检出，零检出。对不起，等一下可以请林局长来说明一下，零检出是不准确的用词哦，是不准确的用词。在中央的法规已经定了不得检出乙型受体素，同时呢，如果抓到违反十五条第四项，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要罚6万到2亿耶，要罚6万到2亿耶。结果我们现在这个修正案是什么？不得罚超过10万元，不得罚超过10万元。请问一下，这个修正案比中央的法规哪一个严，哪一个松？提出这样的法案来，根本就是侮辱市民的智慧。明明我们这个现在在讨论的这修正案定的东西就比中央还要松，就比中央还要松，只能罚到10万块，中央可以罚到2亿。那我们现在还要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在这边讨论这样的法案，有必要吗？有必要吗？所以我们根据中央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我们用这样的法案来执行。我们历来在台南市的不管是肉品的工厂、大卖场去执行查缉，去执行不得检出乙型受体素。请问一下林局长，有没有知难难行的地方？这的确是罚款的部分，因为我们会依照它本身情节的重大，我们可能会比10万块还多。像去年的农业的手摇饮料的茶叶，我们甚至会罚300万、500万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依照它违法的程度，还有它整个销售的产量，是。洪永义，局长，我无要让你回答啦吼，但是我要给你提醒，你做医生嘛，去健康检查的人，敢拢破病以后开始去健康检查？医院不是强调吗？预防胜于治疗。那我们做一个防范的动作，有啥咪唔对的？你嘛会当跟我讲，我们也知道法规里面有规定啊。如果说立法机关认为这个是属于重要事项的话，应该可以以自治条例定之啊。我不知道我们同仁为什么要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卫生局在执法的过程里面，尤其像药品，有啊，咱嘛拢有一个阿索比，有一个最悬甲最低啊。我毋捌看过市政府开过上悬的迄张，嘛毋捌看过市政府一罪一罚，就是讲我处第10届，你敢若罚你1届尔，罚你迄个较上俗的，毋捌罚伊迄个上悬的。所以我们希望明确的，最主要这个案子就是说，我们要为民众健康来把关。因为我们的外食人口非常多，而且我们的孩童的营养午餐几乎都是使用进口肉类。那台湾，我们虽然中央法规规定不能有瘦肉精的检出，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已经有查过几十次都是有验到瘦肉精的。我也没看到他用到上最严厉的标准来处罚那个厂商。所以我感觉讲，我们那个立法，台湾就是这样子，立法从严，执法从宽。中央的法规号称母法，它规定很高，但是我们执法从宽，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讲究人情味的国家，根本就不咧管民众的健康有影响还无影响。咱怎讲，台湾人食猪肉，咱的饮用习惯。吃猪肉的量是赢过吃牛肉很多。那么现在所谓的主张什么外交也是务实外交，我们的食品管理不需要用务实的角度去管理吗？我跟你说一次罚10万，没跟你说你拿到不能再犯呢。所以我们是要补你们的执法从宽的这样子的一个漏洞，希望说大家都站在保护咱民众
身体健康的角度，尤其我要再三强调，就是咱的外食人口很多，咱即马去传统市场买卖人口数的比例已经愈来愈少。大家唔是外口食餐厅、食自助餐，就是咱的囡仔伫学校食营养午餐。所以我唔知提出即款的案，为什么咱的执政党的同事要反对？你的？谢谢，我们请到谢龙杰议员。哎，主席你好。啊，既然哦定了这三，啊是咧惊啥？是咧动啥啦？过一条法律会当牵制这，会当保护台南市民的健康，啊恁是咧惊啥啦？咧何安啥？垃圾！尤其若是恁遮个厝里的人有标市政府的工程得标的，唔难徛起来讲话啦，畏衰啦，畏衰啦，何安啥？啊！要甲偌清德表态呢？医生做市长，请假也袂调。这三百种哦，以停受体数啊，这一型的受体数，就是讲有足侪种，无唔对。这猪笼内底个叫做消炎，我要甲台南市民报告啦。这个消炎啊，食到猪的心脏会中大啦。依照四年前民进党所提出的医学者的报告。研究报告呢，讲食到人会袂生啦，食到人会袂生。啊，即咱学校的营养午餐，无咧煮猪肉，无咧煮牛肉，干那煮猪肉尔。所以这猪肉啦，食久呢，这囡仔将来会袂生。咱就是为着要顾台南市民的健康，顾咱子孙的健康。过来啊，你唔说拢目睭叫喇叭糊掉迄款呢？你无看到蔡英文总统都已经准备要开放啊？开放立法院民进党得所，伊自然得修法。将来这条林检处的就会改变，啊，要改变偌济？所以咱台南市是做起来动，林卡骨症是做唔对的。咱这是迷雾丢苗，发生修起来底下，万一中央改变，哎，台南市议会。有先见，会当设一条法律伫遮，予未来的卫生局，伊会当去执行呢？这是用心良苦，恁竟然个挑化，这有啥物唔对呢？台南市猪农遮尼济，台南市的幼童遮尼济咧食猪肉，万一若予即个含硝油的美国猪入来，无人担会起哦。恁今仔的发言拢有历史记录。您是明的，吼啊！你讲安尼法律违反，暗的，就是咧护航，明明咧护航。今仔若面对台湾市民，议员爱甲良心提出来，甲良心提出来啦！啊，搁咧护航，你拢袂感觉见笑？啊，加一条法律定伫遮先啊！我将来台湾市政府通好用啦。万一中央反向的时阵，咱台湾市还搁？好，谢谢谢龙杰议员，我们请到陈志忠议员。谢谢主席哈，我想国民的健康哈，我们每一个议员都相当的关心了哈。我想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定出的法律呢，来危害我们市民的一个健康了哈。但是呢，我想我们这一次呢，要修改呢第十一条之一的政略嘛哈。就是说国内外的这个猪肉产品呢，不得检出瘦肉精，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四项就已经非常明文的一个规定嘛，哈，明文的规定，也就是说把所有的肉品通通已经规范在里面了，除了它有特别规范以外，就是的能够的安全的容许量以外，全部规范嘛，对不对？对，是不是局长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是嘛，哈？对，那如果以此那个来推理了，我们现在要增加一个美猪，哎呀，那个下个会期再来一个美鸭，再来一个美鹅，是不是这样子？有需要这样子吗？对不对？已经全部规范在这个条款里面了，你干嘛还要再增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局长？是这个，我们自治条例
比较少针对单一项目的一些做一些说明啦，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有一个母法的规定，那除非他有在公布新的资料，要不然我们就原来的这个方法执行。那议员先进讲的这些市民的健康，其实我们跟教育局也相当的合作，我们学校午餐的部分，像他从104学年到现在，好，他已经测了1481件的这个我们猪肉有没有含瘦肉精的部分。那所以虽然他没有进口，但是我们还是在做一些快筛的一个抽试。对了，目前卫生局的部分也有做比较用那个比较高阶的仪器哈，我们就坊间有抽测，包括所有的牛肉、猪肉，甚至是鸭肉等等，我们都有在做抽测瘦肉精的部分。对吧？目前我们的现行法令里面就已经有完整的规范嘛哈，就是不得检出这个瘦肉精的这个产品。美猪的部分是已经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有含美猪吧？美牛是有十 ppb 的东西，我说美猪啊，其他是没有，美猪也没有。对啊，所以这个条款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已经有规范到了。除了你未来有在讨论的容许量以外，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目前所以我是本席的是觉得没有这个需要哈啊再来做修订了哈，因为可能有多虑了啦，多虑了啦哈。好，谢谢我们局长哈，感谢你的一个说明哈，谢谢。好，谢谢我们请到的林彦珠议员。好，谢主席哈，那个卫生局局长，你刚刚对我们议会的同仁讲到一句话，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是零检出嘛，是不是？是不得检出。好，好，不得检出啦。哦，我请教一下，未来呢？未来呢？你不知道这一个月那个什么5月24号是5月24号。民进党的立委做了什么？在立法院做了什么？不大清楚。不大清楚吗？是。就针对美牛嘛、美猪的事件。好，那未来你们都已经在做准备了啊。那在你们做准备的当中，好，我们国民党的议员提出来，只是增加多一条，在地方请我们自己修改食安的自治条例。保护我们台南市民的健康，这样我不知道在座民进党的议员在反对什么，在反对什么？是要护航吗？我认为这是非常的不应该再来。我请教你，针对美猪内脏含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莱克多巴胺多少？目前也没有定，没有定嘛。美猪的肉啊，就美猪的肉跟内脏，目前都没有，就不得检出。但是未来呢？我再问你，未来啦，未来啦，台南市长说看见未来啦，我们已经看见未来的未来的台南市民要吃莱克多巴胺的猪吗？我们基本上来讲，我们不是中央的人啦，所以我们没办法。你不要再推给我中央。我要的是我们台南市民的健康，你能不能给我保证台南市民未来不能吃到莱克多巴胺的猪？目前是这样没错。我未来啦，我们就是依照中央母法的。你不要再跟我中央的母法，台南市民，我管你中央怎样，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台南市议会，我们没有办法管到中央啦。我们为什么？我们就算是美牛，它有所谓的我不是跟你讲美牛，我现在养猪。我们也有在做一些稽查跟检验。我们台湾人吃猪的人的比率，一年要吃几公斤，你知道吗？应该是有几十公斤了。34公斤呐、啊！所以局长必须要有良心一点呐、啊，总是不要再给我推到中央去呀、啊，你知道吗？你用未来假使肝脏没分离，好肉，你知道美国的他刚刚谢龙介讲的，这叫做消油啊，莱克多巴胺叫做消油啊啦。那我再跟你讲啊，谢谢哦。向本会同仁报告一下，近11:30，即个来开会超过12点，所以我先买便当啦吼。
这应该是先买起来放啊，这个开会久的，再发现的人人数跟咱的后边预定哦。向本会同仁报告一下。那我们继续请到邱丽丽。谢谢主席哈。我想刚刚我们本会的同仁也都一再的强调，人民的健康是我们每个民意代表非常重视，而且非常严谨在对待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来做这个讨论，为了这个所谓的美猪的部分来做一个修正哈，我认为这是一个假议题呀。因为农委会在6月2号已经非常清楚的说，落实风险评估并跟国际接的规范接轨以外，我们反对有国内与国外猪肉含有莱克多巴胺，也不会讨论美猪开放与否的问题，以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农委会已经非常清楚的公布了哈，而且在我们现在目前的法条里面，就明文规定的，刚刚局长已经重述过很多次了，在国内外之肉品不得检出乙型受体素。那这个国内外的这个肉品不得检出乙型受体素，我想就包含了我们的猪肉。我们今天不是说到底要不要，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而是我们认为这个法跟母法修订起来其实是没有特别的不一样。因为母法里面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是国内外的肉品及其相关产制品不得检出乙型受体素，也就是俗称的瘦肉精。那么在这个法则，您说6万到2亿，还是一罪一罚，然后10万块，哪一个比较合理？那如果说台湾人用物件红价，用三码金红价，还要一罪一罚，我觉得这个人已经不是一罪一罚的问题，也不是罚到2亿的问题，他要判死刑呢，还判死刑啊呢？一罪一罚表示我罚了你10万块。啊，你还在拿出来给人家吃，所以我在罚你。那这样子的人不该判死刑，什么人才该判死刑？假使讲有卫生局抓到伊用含三肉精的肉出来给人吃，尤其大家咧讲，即卖囡仔外食遮尼多，啊，你搁啊一届甲罚十万，伊要搁卖，就表示伊十万伊有付得起嘛。你甲罚到100万，伊嘛无差啊，无你规期也罚到2亿啊。所以我是觉得，你要说一罪一罚，一次10万比较能够遏止，还是6万到2亿？哦，没有，到目前没有，都没有。哦，你们阿五个，到目前拢无。嘿，讲啊。好，谢谢。我们请那个曾顺良议员。九六卫生局长。据我所知啦，瘦肉精哦，因为我每礼拜我有足侪朋友咧饲猪的，我拢去问甲足清楚啊。其实按你遮侪，无比我的朋友较清楚啊。国民的健康是要靠政府把关啦，啊，即摆安讲的零检出瘦肉精，我甲你讲，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啦，因为。零检出的无瘦肉精的是美国人咧食的啦，按台湾就爱食因迄个有瘦肉精的过来的啦。美国人食按台湾人够够的啦，按若美遇到美国，按就一定放弃按的主权啦。遇到日本嘛放弃按的主权啦，就矮人一截啦。
我们台湾哦，我们政府，我们的国家要加一点油啊。按今天在讨论，我感觉不是这个，迄个，这个法的问题啦。按有法度，你有法度做到临检处吗？有法度无？伫只争议，这我感觉拢无什么意义啦。我甲你讲，按个治安问题啦，正侪正侪，你看检验到下架，甚至嘛有判罪，嘛有罚金的。啊，我甲你讲，严官府出狗贼啦，严爸母出阿里不达啦。你要了解啦，所以说你若我当时是讲，讲咱台南市唔免甲别人北关区相像啦，北关区咱要做唔做？咱身为台南市的市民，咱台南市一定要做严格的把关，务必要做到瘦肉精、零检出。啊，你讲我多？柯议员报告，我们现在在不管是美牛有合理的容许量。那美猪是不得、哦、有这个瘦肉精的，我们都在做普查。那当然不可能。啊，那都要以后检验出来美猪就对啦，检验到有瘦肉精，你讲争议这个罚六万、甲十万，我跟你讲啦，罚两亿个是不可能啦，不可能啦。政府咧罚哦，拢是六万啦。啊，所以伊即马设十万嘛是罚十万啦。迄我感觉争议这连一点意义都无啦。问题上重要的，你有法度能做到咱台南市迄落美猪瘦肉精零检出无？这正是重点啦。但只争议，这我感觉拢无什么意义啦，连一点意义都无啦。我想，整个肉品哈，如果有进口的部分，应该是关头啦，因为对海关是同重要的。你一只牛落来了，你甲剁到几百地，看来会较严，各管区严是唔对的。啊，假设啦吼，美猪啦开放入来，台南市入来，啊。随去有检验的瘦肉精，我请问你，迄落是毋是安尼？市长爱负责？好，谢谢。好，谢谢曾淑良演。那我们请那个，谢谢曾淑良，请那个林美燕演。来，感谢朱先生哈，局长，我们现在的规定是用不得检出嘛，对，不得嘛，不是零检出是不得嘛。是。但是很主席啦哈，很主席在市面上某人的偷照嘛是有检查出有瘦肉精嘛。目前在台南市没有。台南台南市无啊，台南市无，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啊，把人污啊，所以我们很怕他进来到台南市啊。据我了解。所以我想那个局长。伊了解，你袂使伊了解啊！你当保证无？啊，无未来好来，那我讲不清啊。如果未来哪卡像台南市有检验出你安怎？你要安怎？我们就是依法严办，然后把这个相关验证。你可能依法严办尔，依法严办，大家吃了巴肚来呀、啊。我们会送到地检署，请他们送。对不对，局长？大家吃了巴肚来呀、啊！你大家讲，你食安你嘛要把关好啊，你药品嘛要把关好啊。但是尾仔拢出代志呢，你把迄个不法的商人送去法院，但是阮的健康要安怎？谁人甲保证？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在第二回国民党团提出，我议员提出这个多一重多一层的保障呢。你说的文化有文化，但地方法也有地方法。我今天我们提出这个
修正案，是因为要让所有不法的人，甚至台南市市民了解，咱的议会捍卫台南市市民健康的决心啊，这是一种捍卫，一种表态啦。如果若予人诶，阮诶，予瘦肉精入来话，对咱国人，尤台南市市民健康非常的严重啦。咱有看到啊，人家在上个月31号嘉义区嘛已经正式奇怪来，咱议会退出来，嘉义区议会退出来提案，嘉义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的草案里面有说，你本市贩卖的猪肉及制品不得检出瘦肉精等等，三读通过，不分蓝绿，不分蓝绿呢？人家坚持的是为咱人应该一起市民来做把关，是安那咱台咱台市议会不要那团结呢？我们只是今天多一重的保障而已啊！有毒是要中央法无啊？为什么不去做呢？为什么不去做？多一重保障而已啊！现在不爱做，那高一期的样子啊，成为全国第一的一款的做自治的民事的这管区，台南市比人较输吗？台南市现在不爱做，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应该让过啊，现在不爱过，对人冇影响啊。就算让他过了，对我们的台南市企业健康是多一种保障，让他过了也不会这样排挤到我们应有的保障啊，现在不爱好过。谢谢，我们请到杨忠诚议员。多谢主席，咱议员同仁大家午安吼。那么本席认为讲瘦肉精这个案，咱讲实在啦吼，咱嘛是爱考虑到咱啦。我相信讲，身为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绝对无离心。一定会来替咱所有的百姓来把关着咱所有食品安全的健康。那么，较安那讲，咱的水准就袂使输啦。我讲，咱若来决定一个法，来违反着无法，送去哩，搁互弄倒来，安尼咱嘛感觉足闹亏。那么，我若听到迄落要罚10万的吼。我就足未接受，是安怎讲？我未接受。迄10万对财团来讲吼，连一个尻川都无啦。有才调罚了2亿，一个都会疼，甚至会倒。罚10万没用啊！所以分析，他安怎讲？就要求咱的卫生局一定要重视咱的卫生食品。平常时都爱去大卖场抽检，甲咱所有的食品检查较详细、较严格。为什么咱的文明病这么多，拢对咱的食品来？各位，恁甲想，迄、那个乌油油，互咱食到严重，食到互咱所有的内脏歹了了，罚偌济？啊，罚你会倒？我认为吼。罚了200亿都无要紧，好一个公司很收起来，安尼看倒一个敢做歹，所以我认为会当用较重的。咱是安那罚了别人，我讲，即嘛换别人来咧破烂啊，咱一个一过，人就甲咱示好，啥物无九二的，都唔免讲恁听有，在调的时阵。敢有人敢讲？无人敢讲。敢落来偌久尔？人就咧甲咱抱啊！咱家己要有尊严，咱家己把守有条，敢是安尼？所以本席建议，哦，咱的主席发言啊，一阶段唔茫干那一个议题，讲几啊点钟，该拆息，该安那处理，得安那处理。谢谢。谢谢，我们请到杜淑云议员。主席辛苦啊！咱即马一直在遮吼，大家请听啦吼，听啦吼。迄、那个局长，目前伫咱台湾各地的猪肉，全国有验到瘦肉精的有无？这个在卫生局台南市这边是没有。啊，
前果别个先试。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有些是从农业局那边源头去测的。好、哦，这点哈、哦，请你了解一下啦哈。农业局长，农业局长，咱进全国有验到咱家己台湾的瘦肉精有无？到目前为止，我们检测啊，我们是抽错，对，并没有发现，并没有啦。哦、好，那两位请坐哈、哦。因为咱一直在讲美国进口来哈。哦因为这个瘦肉精，这个消油啊，真正吃了，对咱的下一代，我相信在座咱大家拢有咱的下一代的家人哈，对下一代无好的，咱就是安那去甲预防。啊，因为伫咱的中央的规范内底有60,000到2,000,000，但是我想一般啦。抽检到拢是为上少的迄60,000去发起。其实咱即马伫遮争议的，毋是未来的罚款。我感觉咱是爱重视咱即马的稽查，这才是重点。因为伫即合并了后，即几年伫咱台南市所产生的遮尔侪治安问题，我相信林局长你互顶啊足忝，但是。我唔知影这几年我们有落实去咧抽查迄个做无？我感觉这个开始平常我们预防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咱的国家的规范，伫林前行政院长伊讲，绝对无要开放美猪，绝对无要开放美猪瘦肉精。那么，咱就该看伫未来。咱是咪咱的政府，甲佮违背伊的誓言，佮再开放美国的来予咱台湾人食，咱大家就该看。我相信，伊虽然是做一个行政院长，伊嘛无可能伊个人讲同意开放，来影响到咱2,300+万。台湾的人民的性命啦，我相信伊还阁无迄个架势的啦，吼。那么法今仔提出这个案，我嘛是其中的连署人，但是阮当初的重点就是讲，咱要安那把咱的十万华设落去，为着咱台南市民。谢谢，请到唐碧娥议员。好，谢谢那个卫生局长。这个对于这个美猪的这个瘦肉精啊，我想我们是不分男女都非常关心跟重视国人的安全、食品安全跟健康啊。哦，所以我们母法已经比我们的执法定的还严格了。林权院长在立法院，他讲说，他答复说，在未进行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之前，反对国内与进口猪肉含有莱克多巴胺。再者，中央也有食安三法可以把关，用瘦肉精零检出。既然法令已经完备，就无需。再定地方自治条例了，你无法的比猪法更严吗？你个定这猪执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是叠床架屋，多此一举啦。因为林前院长在立法院已经答复的非常的清楚了啦。局长，是，我想我们的中央跟地方的想法是都一样啦，好，就是美猪是没有不得检出。那执行上面，刚才杜议员讲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会做常态性的，还有主题性的一个稽查。那台南市卫生局的检验科也是全国最强的检验科，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仪器，感谢议会的支持，
我们买了不少先进的仪器，瘦肉精这些东西，包括南部的重金属啊，这个农药都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在做的，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做更加强，做常态性的稽查跟重点稽查以外，那我会跟中央合作，就是整个风险管理，因为从源头，因为这进口嘛，吼，源头诶，保护咱来做控制。局长，我们哦的母法没有不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母法比殖法还严格。现在养猪啊，养猪户县市啊，第一名的是彰化县，第二名是云林县，第三名是嘉义县，不是嘉义市。我们台南市是第四名，所以农委会那个曹主委说要推广猪肉的履历哦 ，QRCOD。许局长，农业局长，我们黑猪这么的好吃，然后这么的营养，非常棒的，我觉得我们农业局应该要把我们的黑猪肉打出品牌，还有要有一个策略，哦，这样我们猪农的生计才会更好。我们要主动来推销我们台南市的这些黑。谢谢，我们请到卢坤宇院。感谢主席吼。你實在是有够未见笑的，你敢知影？靠，这未见笑的啦！较早拢讲为着市民，啊，即卖用安尼。我讲那迄落，迄杀人的迄落，比如讲政捷啦，这灭门门人性啦，迄一概台死几个，迄个讲迄无良心的，啊，加黑心食品啦。今仔遮尼啊纵容，遮尼啊黑，遮尼啊做黑心食品。不是都是这样的发生的吗？大家都说台湾就是因为法令罚太少，他们都不怕，他们也不怕你抓到，而且今天就加一条法令下去，这不是假的议题呢，因为民进党的法家湾太厉害了嘛，在国民党的年代执政的时阵，什么拢袂使，拢是为老百姓。啊，即卖什么拢会使，老百姓死也袂要紧。啊，靠人安尼，这算强犯呢？罚30万加6万安尼之差。今仔日那如果罚30万，今仔日那猪农那用黑心的那个瘦肉精饲养的话，伊会家己考虑啊。这你也着，咱爱罚30万。咱就较唔敢，这上个基本的一个法令，如果若是中央违反法令，你即摆好过嘛，好中央去信嘛。即摆是咧护航什么啦？搁一个赖清德下一个命令，讲今仔日一定爱护航，袂使好过。安尼今仔日大家拢起来护航，无顾着老百姓生命财产问题，安尼敢对？安尼敢对啦？大家口口声声拢为老百姓，啊，结果一只做拢伤天害理。今仔日开会是咧开啥物？我实在看拢无。较会当同款的一个议题，会当讲，会当讲，会当讲乌，会当讲白。较早咧，恁咧讲瘦肉精安那时阵，阮国民党个敢敢起来讲？恁讲唔对。啊，起码阮起来咧讲的时阵，恁讲阮讲唔对。啊，起码是安那，规个价值观拢改变了嘛。社会道理公义拢是倒位啦，无出来讲互听看卖，出来讲互听看卖，看恁今仔日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吗？市民嘛有咧看咧，啊，市长一个命令，尔所有只民进党议员安尼出来护航，护航安尼，迄对老百姓会交代志吗？对市民会交代志吗？家己想看卖，我希望家己想看卖个啊。谢谢，我们请那个郭清华议员。啊，谢谢，感谢主席啊，谢谢局长。中央即马是即个民进党咧执政啊，国民党咧执政。民进党。民进党咧执政啊，美猪即马敢有开放？没有。无开放嘛？
啊，莱克多巴胺，即、這个伫咱卫生局的检查，即卖也阁是即个袂当有掺有即个莱克多巴胺嘛？对。你若有掺莱克多巴胺，即、這个迄个查到，就是拢爱犯嘛。是。啊，咱即卖罚款是即个60,000到即个200,000嘛。是。吼、哦，啊，所以咧吼。今仔日遵照咱这个自治条例啦，送去伫中央哩啦。中央的无法度，伊文明文都有规定啊。啊，你送去伊嘛是甲你拍倒转来啊，等于是加无用的嘛。是。哦，是毋是安尼？是。来，迄、那个农业局，迄、那个局长，我来问一下吼。咱即马台湾的猪肉吼，敢有来？恁咱台南市啦，敢有去检查到莱克多巴胺？咱台湾的猪肉，咱台南的。目前无。目前无嘛吼、嗯，啊！我伫只有那甲台南市民讲吼，咱有那肯定咱的猪农吼，因所来用猪嘞吼，会当讲予咱只消费者、咱只市民食，拢是上佳健康、上佳好的猪肉吼。啊，所以嘞吼，伫只咱的猪农嘞吼，我那唔免去担忧啦吼，相信嘞吼，政府啦吼做代志，绝对有为咱只农民咧做吼，尤其是民进党咧发政啊，对只农渔民更加有责任。吼、哦，迄、那个农业局局长你也坐吼，即、這个卫生局局长吼、哦，分析吼，伫只安尼啦吼，甲你做一个建议啦吼，稽查吼，较积极一个安尼啦吼，啊，互咱即台南市民咧吼，袂去食着吼，有染着台即个迄个瘦肉精诶，即个猪肉啦吼，啊，即马民间拢咧积极嘛，要开放嘛吼。哦啊，当然，林刚啊，民进党伊若要开放美术啦吼，伊爱对台湾社会负责嘛。啊，阮身为地方的议员，民进党的一份子啦，阮民进党的政策啦，阮是绝对爱支持啦。啊，而且我嘛甲咱议会同事讲啦吼，有当时啊吼，咧讲话啦吼，莫一句话吼，扫刀规片人啦吼。啊，如果阮只议员啦，乌白做啦吼，有当时啊会当点名讲啦吼，莫讲规个党安尼。底下甲阮公公安啊，你阿唔呐？迄、那个颜色啦吼，我感觉这安尼唔好啦，这安尼唔好啦吼。啊、虽然议员做代志爱，虽然去负责任嘛吼。啊，那有无乌白做的时阵，你直接甲点名嘛。哦，啊，你莫讲有卡迄个讲规个拢讲阮这个党有这个问题。啊，你是安那？感谢。我们请那个刘正昌议员。刘正昌议员。那我们请那个刘正昌议员。那三次没来，那我们请下位，我们有许淑珍议员。感谢主席哈。那个，我们卫生局局长，我请你。目前咱台南市的食安法自治条例有没有定出，就是不得检出瘦肉精？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并没有逐一 去列出来。是，今天在讨论，就是因为我们台南市的食安自治条例来的，没有定下不得检出瘦肉精。今嘛就是要为着台南市把关，就是要增加这一条下去。台南市哪边公瘦肉精保管期被架，他们的事情。台南市拒绝国内外的瘦肉精在台南市政府，所以第一点是因为法令我们要定进去，不得检出瘦肉精。六斤短模啦，顶这条的六斤短模。我们实际认不认同？你支不支持？我们实际上就是不得检出啊。对，朱先生，大家讨论你要顾啊，征修条例要增加这条，对大家有好处。是替行政把关嘛？因为就是伊过去的缺点，就是咱台南市无定这条嘛，所以即马就是要提出，就是定这条。既然行政单位就是讲咱过去都无，但即马大家知影，我们台南市民是拒绝使用国内外有掺有那个瘦肉精的，就是不得检出。所以哪样先得做清楚啊？所以这就对大家拢有利益啊！所以这条条文增进去有什么争议性啊？局长你请坐，副市长，我请教你啦，你认为我们定下这个条例，你支不支持？认不认同？有没有必要？
跟议员，我想这样子了，就是我们其实中央的法令已经规定很清楚了，就是不得检出嘛。那台南市政府就是根据中央的法令啊。所以目前就是不得检出啊。那中央的法令它是把任何市长，副市长，来我请教你，啊，你的顶十安自治条例被冲哪？啊，咱就是根据中央法律不得检出啊。好，先拿开。啊，来我请教你，你现有的台南市的十安自治条例，你顶这卖光这条条文，没十六之一被增加条文，其他的条文你定在干什么？你想要顶这個那個？你既然你定进去的十安自治条例，虽然条文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增修条文嘛。我跟议员啊，增修条文来，你来加这条了。啊，那安乐行你是支持可以检出可以使用哦。那变相嘛，你是无支持不得检出嘛？是不是这样子？我这是要明确的讲，你的态度。增修条文这条呢定入去，中央归中央，台南市还是拒绝。不管中央既然他定了，不得检出。那我们地方自治条例先来看每当顶的。好，谢谢，我们请到李坤王议员。哎，感谢主席哈。本身就是今天这个议题哈，真侪人拢模糊焦点。当然现在中央法令是瘦肉精零检出，咱台南市依照中央的法令，当然嘛零检出。但是顶级的法令，唔是严格无严格的问题。不是有意义无意义的问题，咱拢体谅到，蔡总统伊个困难的所在，所以以后会不会容许瘦肉精进口，可能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咱是为着，咱台南市市民的安全考量，因为进口的美猪跟我们自己的台猪哈，价小差真多。所以大量用猪肉的地方，请求团膳，请求营养午餐，请求餐厅，请求一些火锅店，都是用进口的美猪。所以如果进口的美猪用一个多，咱市民的健康，因为台猪毕竟价钱比美猪高很多，所以一些营业场所都会用美猪。那如果中央修改法令，因为蔡总统受到压力了，要修改法令很简单。现在的话呢，民进党得手，要修改零检出拿掉，不是很容易吗？所以今天蔡议员提出这个提案，他的重点是在第二点，不是在罚款的问题。罚款中央已经定的比较严格了，但是这没罚款的问题。重点是，咱谈的是《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内底无定，于本市贩卖之国内外猪肉产品不得检出瘦肉精，重点是伫遮，咱是未雨绸缪。那万一中央定出了这个法令，咱台南市赶快袂当有瘦肉精，这是未雨绸缪的想法，并不是讲罚款的问题，严重不严重，有意义无意义，另外一回事。咱先定这个法令，最主要是要保障咱市民的安全。谢谢，我们请到曾佩雅议员。感谢主席哈。我想主会在到今麦拢讨论这个问题了哈。我想我们的所有的议员，我们国民党团的议员哈，为台南市的食安问题哈，所以未雨绸缪来把关了哈。那我们民进党的议员呢，始终讲我们。执法
自下早讨论到即卖，我感觉咱议会同事也袂输讲政党对立嘞，是不是能够说，咱主席会当日即时已经十二点控制分啊啦？是要做一个裁决，还是要来表对反对票，还是要来吼举手啊？啥呐？一直在讨论，你这二轮三轮还是这样子？我这有拢坐你家，坐你家讨论拢讲什么议题？主席电话麦听啦，我喊你咧发言呢。我想哦，主席，头头啊讨论到即卖吼，主题内容大家吼，坐你顶面也听有啦，坐你下底议员也拢听有啦。那我想他在电视上的市民也都听得懂啦。那到这，咱就要搁只行，搁坐谈者一直讲，讲到下晡是这议题吗？还是搁无法得一个结论？是咪主席会当猜析？到底是要安那做一个猜析啦？安那较紧啦。那在这里的时候，我希望讲哦。咱卫生局跟农业局吼，针对这个吼瘦猪那个瘦肉精这个问题，好好的把关，为我们台南的市民安全做把关，这是不最为重要了。谢谢。谢谢，无啦，你嘛是爱互人第一轮的人讲完的啊。好，那请那张世贤议员。啊，谢谢主席。我本身是认为安尼啦吼，迄瘦肉精要入来吼，这咱讲实在，对咱的瘦肉精吼，这对咱的。后一代吼，影响真大啦。问题毋是发毋发的问题啦，是咱有决心吼，即个有毒的米滴要入来，也毋入来啦。啊，既然你若讲要入来吼，你着定哦，予迄个标准哦，爱有那零检出啦。啊，但是若无的话，要发吼，我讲听，爱发落够啦。伊毋通用咱全台南市民的健康来做因趁钱的功夫啦，用因咱来趁咱，用咱的健康来做因趁钱的功夫，抓到啦吼，发落破产啦，应该啦，安尼较公道啦。哦，啊无哦，咱拢在做一个试验品哦，是毋是安尼？所以哦，我其实哦，用伊啊吼，出来用这個提案哦，毋是发的，毋发的问题啦，爱我也惊啦，较紧哦，伊这个受到整个这个秘书入来啦，这是本身的看法啦。好，谢谢哦。咱是毋是哦？这两个讲的原来是差不多安尼，第二轮，那第二轮还要有说的必要吗？我想是安尼啦吼，上加保证蔡英文总统为着要交美国做生意，没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入来。到时阵，咱依照宪法，我强调，依照宪法，咱定直辖市会当定自治条例，咱卡底下的时阵，中央要入来，咱可以当要求司法院来。该税这个法令，咱宪法规定，为了保障咱国民的健康，这宪法规定的呢，中央没有说清楚，定政府无爱，迄到时阵拍宪法官司上赢输，不一定。第二，民众登记来，拢一直强调这个瘦肉精，猪肉袂当入来，咱市长也强调讲，啊，多入来，这个总统无啊刷。第三，你看多民众以往各种清楚了嘛，有可能上去中央或拍倒转来，啊无我请教恁是咧惊啥？恁是咧惊啥？是若唔敢让这个法案通过，是毋是多请的市长？即我前几日听到啊，有三个决定：第一，房屋税一定袂当哦，讲第二回去讲；第二就是袂当我受了经这个法案入去议会通过；第三袂当开临时会。我感觉咱当时。甲先，哦，议员甲先作些拢听市长，我唔敢讲，哦，政治现金收作些啦，吼、哦，我唔是讲民众议员咯、哦，有个人，哦，无党派可能国民党不一定有，我唔知啦，吼、哦，唔过按电话呢，无去说书内底，哦，民众拢较济，我讲个白，我一直叫我讲过啊，安尼时阵是咧惊啥？民众是咧惊啥啦？你既然卡多拢论述啊，讲鬼中央拍倒转来，啊，无好鬼是要是要要见有安喏？无恁咧惊啥嘛？恁口口声声讲，较保为着百姓，咱生命财产安全的健康，啊，阮都通过以后面，咱蔡英文为着某种因素通过，咱市议会有通过这个四条的卡提亚呢？啊，无是要到迄阵过来讲吗？我感觉大家卖为着这个意见，吼、哦，好过中央袂使都袂使嘛，拍倒转来嘛，啊，到时阵我开始拍宪法官司啊。哦，顶
根据宪法定出的条例，袂使，是安怎袂使？我咧想无，啊无违背咱地方自治法规定嘛，啊无咱民众议员，我请教您，您是伫个惊啥嘛？惊啥是我袂使？十万块是因为咱地方自治法二十条规定，唔是阮硬讲要十条，吼、哦！我感觉咱大家要就事论事嘛。我当然嘛在法律这路，我停修这路，我用法律规定袂使啊。咱进地检署抓着偌济数证，我拜托两下局长交地政局长，咱国中小偌济抓着偌济阳性反应的呢？唔是无呢？你卫生局到迄条？好，谢谢我们蔡委员。那我们现在呢，旁听席呢有那个法轮功的啊民众来这边啊旁听哦，啊台南市又欢迎你们啦、啊，谢谢。那我向本会同仁报告一下，因为他说咱已经第一轮讲过嘛，第二轮了吼，是不是卖个讲？咱如何来做一个？我是讲参详尔啦，参详，因为咱个第二轮去讲了，咱时间会怎样较讲嘛，在遮嘛。好，两分钟。啊，王家珍议员，那个副市长，刚刚忘了，您也是医生哈。副市长，我跟你请教一下，中央有没有食品安全法？有没有相关食品安全法？有嘛，对不对？副市长多露个脸，来来来，您要选举的人多露个脸，没问题。中央有没有食品安全法？有嘛，对不对？那中央有食品安全法，我们干嘛地方还要定食安自治条例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身为直辖市。我们有更大的责任感、使命感，为我们相关的市民的权益把关，这是第一点，副市长。所以中央有法律，跟我们地方食安法自治条例，坦白说，我们也做了，我们也把它通过了，贵府也觉得当然应该把关，所以并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副市长，我就跟您请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副市长。嘉义市是谁在执政？嘉义市是谁在执政？涂醒哲，我有没有记错？涂醒哲是不是也是医生？没有记错嘛？嘉义市24位民意代表，22位不分蓝绿通过了严禁瘦肉精检出的这个增列条例。嘉义市跟我们台南直辖市比，我们难道输嘉义市吗？难道你们这几个大市长？未来你要准备选台南市长的人，你会不如涂醒哲吗？为什么这个案子苦苦相逼，苦苦逼我们议会，苦苦你们下达政治指令，不让本会的同仁同心协力通过此案？问题在哪里？到底在哪？只为了赖清德，只为了赖清德一人赖皇的意志，不能违背。摸摸良心说，今天通过这个案子对小英有没有影响？今天通过这个案子对你有没有影响？对我们所有的官员有没有影响？只有一个人有影响。谢谢，我们请到李教授演。我们谢谢主席哦。啊？本席正在发言，本席正在发言，本席正在发言。等我发言完，等我发言完，等我发言完。主席，请裁决一下，本席正在发言，本席正在发言。本席正在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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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尊重本席发言权利。本席正在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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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正在发言。请尊重本席发言权利，请主席裁决一下。那个，妈。那个曹来燕，我啦，不啦，曹来燕，我听啦，
你的程序，因为我已经请伊发言了。你有发言了，你该处理你的程序问题了。因为伊的发言，我已经请伊发言了。哪没发言？好，拍谁了？我知道了，但是我已经请他发言的了。那个法务室，解释一下。向大会报告，那么我们会议规范了第七条，它规定是这样子哦：会议进行中，经主席或出席人提出事务问题时，主席应立即按铃，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暂时离席之人回至议席，并钦点在场人数。如不足额，主席应宣布散会或改开谈话会。报告完毕。你再讲一次，你讲的也未听清楚，听也未听。会议规范，会议规范第七条哦。开会议进行中，经主席或出席人提出事务问题时，主席应立即按铃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暂时离席之人回至议席，并清点在场人数。如不足额，主席应宣布散会或改开座谈谈话会。以上报告。休息三分钟。
好，谢谢。那我们开始处理那个开始开会。那我们开始处理那个陈昭来议员的提案。那我们议事人员请点人数。议事人员、议事主任有没有在清点人数？站在后面的也算啦、在这个议事厅里面都算，站在议事厅就算了，在议事厅就算了。将没有在议事厅里面任何的钉洗掉。对啊，唔对啦，你搁算一届，我应该二十八，我来算二十八，搁算一届，啊，可能算唔对款。好了吗？啊？
那因为呢，现在清点人数呢不足，那我们是不是下午继续开，好不好？啊。啊，这个进等休息。好，来，休息到一点半，继续开会。
来，同仁就坐来，同仁就坐了。好，开始开会。啊，陈昭老院。这个违反议事规则，你开下去的会是无效的哦。哦，这个都很明确的记录在录影哦。你那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议事规则。不用开，明天早上再开也无所谓。那你这样开下去，整个程序都违反议事规则，你也怎么开？法制主任，好，各位主任，那我们现在的人数是我们议员本来有57席嘛哈，扣掉那个包括那个郭国文议员，包括那个张伯禄议员，还有李全教议长，那我们是不是剩下54席？那54席的话，27。刚好在这边，我有没有可以才是继续开会？那法规主任，法规主任再来解释一下。没有过半哦。主任，再解释一下。向大会报告。我们目前议会的人数哈，除了那张议员。扣掉一个，还有那个郭议员，那我们李议员、李议长哦，他是停止，那停止在法令的解释上，他还是要计算人数在内，还是所以我们目前议会应该算计算的人数是55位，以上报告。哦，李议长是有算在整个人数里面，那上次现在是停权呢，郭主任。那我们早上那个表决情形让你说明一下。好，各位主任。主任，你现在解释一下。向大家报告，那个内政部啊，在101年5月21号有一个解释哦，就是依公职人员选报法第110条规定，停止哦，仍应计列于代表在那个总额里面。这是我们在内政部在101年有个解释令。是有明文规定对的啦，啊，有明文规定。我知道，我处理几个了，我知道。谢谢。那我们根据内政部的解释令哦，有关于
函询召开乡镇市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罢免投票会址依法停权中的乡镇市民代表是否计列代表总额。那么根据内政部的解释函呢，是依照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11条规定，停职中的乡镇市民代表仍应计算于代表总额内。你们就念不出来，我这念得这么清楚，人才听有，啊，不然要听有啦。你让我教，我来往讲甘暖，你去拄我甘不甘暖？啊，我们这个早上所清点人数是有算的，那我们现在就散会。那么明天呢，早上继续开会，散会。